放在那 CD 耶。一个人四支脚，佮大细支，不过会添到八月开。小花，欠打，欠打，欠。啥物？啥物代志？我早就要问你安怎呢？啊，无恁两个即摆是咧演倒一出呢？我，小花，伊在伫遮。我早一工无伫个尔。饲鸟鼠、加布袋、加困我的查某囝。等，小花，小花，你去清静静，你起来啦，你甲恁爸讲啦，你甲恁爸讲，咱两个无安怎，咱无困到阵啦。啊，不过咱明明就困到阵啊。无啦，先生，我无困，困得无啦，我这无安怎。你好啊，天才。快去我跟你讲哦，我干那这个查某囝尔哦，啊，唔捌交过男朋友，到今麦还阁是一个清清白白好查某囡仔，想要到今仔日竟然去予你家伊走得去啊！伊有交代，你哦，若是男子汉，你就敢做敢当，讲免我负责。我，哈？我。不用负责，我负责。不啦，我你这摆是你讲啥？小花，我当当一个查甫人呢，这种代志让你一个查某囡仔负责，安尼我唔钱闹亏。所以你要负责。你花淡薄仔时间，我想看麦。来小花，我刚才亲像还未准备好诶。啊！伫即阵仔熊熊发生遮个代志，我家己心内嘛是乱糟糟诶，我真正毋知影要安怎处理。我敢若知影讲，我应该是还未准备好。是的啦，你是一个好人。我对不起阮婿，我对不起你。天才，天才，天，我伫遮。你比你遮创啥啦？出门。行啦。无我要去面对啦。我到口红口，你比你遮要创啥啦？来转啦。我袂转去，我跟你讲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北斗真正不适合咱两个，咱来等你西地啊！你先讲啥啦？大家找你找几工，小阿妈在厝里等你，不管哪方一个交代啦，行啦！就是因为伊在遐等我，我唔才袂等伊，拜托的，我袂等伊啦，我等伊就爱甲娶，我袂啦！男子汉，大丈夫做代志要有担当啦！
小花都敢负责任吗？你唔敢？伊敢负责任，那是伊的代志呢。这关系着我后世人的幸福呢。你是在讲啥啦？是你后半世人的幸福，同时小花后半世人的幸福哦？惊啦！我无爱啦！出来啦！我无爱啦！欸啊、你是在创啥啦？冷停电啊！你看，冷停工变嘛看袂落啦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要跟我回去，还是要踮遐洗身体？我袂回去遐啦。哦，你慢慢踮遐洗身体，我要来找秀秀啊。英雄，慢走，慢走，英雄，你是不是我兄弟？你这时阵卖用这句话来威胁我啦？就是因为我是你的兄弟，我才袂用目睭紧去看你做戆代志，看你做这款不负责任的代志。我是要来负责任啦！我就是酒醉困起啊，起来就规个人生风云变色了。可以让你变变对小阿五这人要甲娶，我当然惊啊！什么外口不安尼，乌天也唔地，风雨阁这么大，我真正会惊。你别想走，啊！你给我放了，我都叫我回去啦！我叫你回去，我不要走啦！强仔啊，你那是我的兄弟啊！你就要勇敢去面对你所做一切啊！你若是我的兄弟，你就要勇敢去面对小花，不是你在遮做一个臭事啦！不是你去让别人娶小花，你当然咱讲的讲安表面，讲安大声。廖天才，我都不相信你心内对小花一点仔感觉都无。你若感觉伊无水，你就袂踮在咱客台面头一天，你替伊出头替伊抬价。踮在小花面头前，你讲要枉当伊唔敢枉西。所有的代志拢顺你的意，就是惊你生气，惊你无欢喜。你家己那么少，家己想看卖哈？你看你家己生做什么形？自细汉到大，倒一个查囡仔对你也好，你想不清楚，想法倒一个陪你陪你过啦。我感情真好，也歹。你无话差啦，你有我也无讲介好啊。阿弟，我跟你讲起来。就算讲你真正感觉你甲小花无可能，你唔爱当面去甲人讲一个清楚，唔是比你才做一个臭事啦。该讲我拢讲啊，要安怎做你家己决定。我无时间甲你踮遐办麻烦，我要找秀秀啊。英雄，英雄，你别走，英雄，哎，英雄，你，英雄，你老卵逼我啦，快叫！你有情况我无咧，英雄。你想我把老子给救点红光？拜谢拜谢。强仔，你伫做？我袂逼你甲我结婚啊！你已经出来好无？强仔，小花。小花，小花，你快回来啦！好啊，别再找啊，来回啦！好啊，好啊，行啦！爸爸，我在找强仔。外口风雨这大，这危险，伊就走走出来啊！你，伊若是要走吼，就算讲有听到你家话，伊嘛袂出啦！行啦，来回啦！伊若是遇到啥物危险，我袂安怎？小花，伊若是安怎？无想要我，强仔，那你叫我这个跟你相依为命的老爸要安怎？俺就倒回来死死的，归去当来死死的啦。小花，好啦好啦，乖啦，世间查甫满满是啦，平日较好的吼，也真多的啦。好啦好啦，行啦，来转啦，乖啦乖啦，好啦。好啊啦！行啦行啦，乖啦！强仔，你伫做？小花，乖乖，小花，我伫家，我来啊！